你往哪儿扔呢？殿下，殿下你别过来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乱喊什么呢？叫人听见了。怪不得陈内人妖。你不要过来，殿下，我真的害怕。有这么可怕吗？殿下，没有了，已经。没有了。小人不喊了，请殿下放手吧。原来你真的有害怕的东西啊！小时候被蛰过一次，一直都记着。尤指挥，尤指挥，您现在不能进去。殿下什么时候弄进来的？在你去送东西的时候啊。你害怕的时候，耳朵会动哎。你害怕什么？就只剩这个了。那这个呢？殿下，这是。我就是想试试。毛虫和本宫，你更怕哪个？不要再开小人玩笑了。真的？会记很久吗？对一个被蛰过的人来说，一点都不好笑。那你就当又被。